各位请坐。我们大家听过一句俗语，俗语说名师出高徒，因为师傅的见识和他的视野呢，往往是比较能够容易影响他的门生弟子的见识和视野的。教宗方济各呢，在这一次的世界的青年会议里面讲呢，他都要求青年人呢，多些从年纪大的人身上呢，学习了一些智慧，做人的知识，免至呢，就以前人碰过的钉呢，现在自己再要碰一下。不过呢，就同时呢都讲啊，对呼吁那些年长啲嘅人呢，就唔好翘埋对手啊，即係睇住你点衰啦咁。咁我哋都应该要时常要用自己嘅智慧经验能力呢，去好好地同啲年轻人讲。咁呢先至能够使到嗰啲年轻人呢，就能够喺年长者嘅智慧啊，他们的基础上面呢，可以建立更高的一个层面。腐败的堕落最大的问题呢，他们的教会往往呢都是不能够接受的讯息。所以呢，就在耶勒米亚先知书的时候呢，天使吩咐耶勒米亚书，吩咐那些以前的人呢，告诉他们他们要灭亡了。但是呢，他同时呢，我们如果听到今天巴鲁克先知书呢，是天主明明叫那些以色列子民在投降的同时，不要寻求联盟，不要寻求抗战，对当时的视野呢，朝野呢，是一种在第一篇读经里面呢，我们可以见到呢，是很清楚的，是一种放弃，是一种失败。本应呢就应该要有同样的转成，告诉那些复国的人的喜讯，他们应该怎样可以做得好一点。但呢，我们在天主写的引领书本里面呢，先知劝告和安慰的人民呢，就只是为了那些流徙的充军的人预备的，就是也是他们能够帮他们开放一些对于那些有很多挫败的力量的往事呢，都不再提了。事实上呢，事情呢就好像同样的表现，因着互换心境开放，对着政改不愿意耿耿于怀，对世人呢也都会变得要喜乐，做人呢处世呢要积极，要乐观，要少啲挑剔，尽量呢就能够做到一件美好嘅事件。嗱，咁啊，耶勒米亚书同埋巴鲁克书嘅书信呢，正好我自己觉得呢，就写緊俾我哋呢个时代嘅青年人。我哋喺呢个时代嘅青年人呢，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嘅声音，有啲声音叫佢哋不吵啦，你吵啲嘢多余嘅，你再吵多啲咧就真系俾人哋打压嘅啫。但亦都有啲青年人咧，就佢哋必须要为呢个社会伸张正义，咁因此咧就喺个社会入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咁所以咧造成社会上边咧各种唔同嘅批评。咁我哋可以话，让我哋自己咧就喺这个读经里面细心去反省
究竟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做的呢？天主对我们做呢，明明写在圣经上面的，不过呢，那些年轻的人或者甚至有些年老的人呢，就不再 去注意一点。在巴鲁克先知书里面呢，巴鲁克第五章呢就清楚讲到，说请你脱去居丧的悲伤衣裳，要永远穿上天主光荣的华服。这里所讲的不是一定是指外在衣服的更换，更加重要的是讲一种内心的心灵的更新。只有心灵的更新才改变到命运，得享修成。那含中波泪，含泪播种的，必会获得修成。那些边行边哭出来播种耕耘的，必会获得耕耘，回来捆着禾捆。所以天主为我们所行的伟大的奇迹，我们时常需要满心信靠，满心欢喜。我们满心欢喜，全心信靠，才能够看到天主对我们所行的伟大的事迹。即使我们现在讲一件事，梵蒂冈和中国签订了的任何一些草拟，有很多人认为是多余的，是找我们自己笨的，就是将自己的羊出卖了给那些共产党。不过呢，我们自己要审慎想真下，如果我们一于拒绝，我们不交谈，那不交谈是不是好呢？不交谈是不是使到我们的教会梵蒂冈与北京就能够多些倾谈，多些大家可以合作呢？我们知道不会的，即如果不交谈就两边的门都关了。事实上在北京已经说了，你们交不交谈先，如果你们交谈就可以交谈，如果不交谈可以关了门，我们当没事都得一样的。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能够有少少的交谈总好过好像七十年之前样，大家完全呢就相见如同陌路。所以我们仍然愿意交谈，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交谈呢就使到我们的情况是变得好的，会不会使到因此受苦的那些信徒呢能够可以从此得到自由呢？答案呢就绝对，我相信你和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呢就绝对不会那么容易的。他很可能是将受苦的地下的教会那些教徒呢就一个一个呢就即是显晒身上咗嚟地上，然后呢帮佢登记晒名。咁于是呢呢扎人呢就係政府呢能够控制嘅。咁现在呢大把嘅嗰啲地下教会嗰啲人呢都唔愿意上。咁我諗佢哋有佢哋嘅智慧嘅，教会亦都冇逼到佢哋一定要上。我哋只係希望呢公开的教会和地下的教会能够一起能够赞颂天主。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至于怎样可以做呢，我们就要看一步走一步。因为毕竟呢现在只不过是刚刚一个开始，我们不是一个终结。如果要到终结呢，很可能要还有很远很远一条路才可以走得到。因此人的成长，社会的成长呢是不断有更新的需要，否则我们直到现在呢我们仍然可能只是生存一个如无饮血的世代。但是有些人对各种各样的理由呢产生改变，拒绝改变，
在我们的心目中之中呢，只有傲慢和呢就是造成了一种生活上的幽灵贪婪所造成的心谷，对人类猜疑歪曲思想，不能够与人完全可以和合地交谈共用。我想这种情况是实际上有的，无论地下教会地上教会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后台在撑住他们，也都教友是撑住他们的。他们都要需要这种这样的能力可以自己继续去生存下去的。所以呢他们每一个呢都时常会造成了一种就是不愿意真的将自己完全开放给对方。在这种这样的填充啊、铲平啊、或者是收集啊、开辟的道路上呢，必定会带来很多弯曲的心思，不能够与人和合的崎岖。在填充、铲平、收集和指出主的来临呢，其实是为了一个真正而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这个秩序呢，是往往是星神的创造者强制把我种植在我们人类生命之中的。它的种植呢，是要求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进展而不断前进。因此绝对不是一路永逸，不是说现在我们自己谈了两句了，就以后呢就这个社会呢就是会平静了，会大家会可以交谈，不是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我们的怎样的可以交融可以倾谈呢，而是大家呢都需要摸索而前进的。这个正是吻合保禄宗徒在腓立比人书中所讲的，我深信在你们内在开始的美好工作必与预言完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基督耶稣的日子是他救恩的实现的日子，是我们主交代的日子。其实这原是我们面对冲击和考验的那一天。愿我们的爱情如同保持保禄书信所说的，在主内日益增长，满怀真知出见，知道如何光临主耶稣基督，并且按照正义所能提供的，在变幻多世代的世代中，仍然能够慈爱，仍然能够因为爱得而在耶稣基督之内充满他的成果。所以呢，今天我们堂区主教座堂建立教堂130年，130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愿我们能够记得这个130年不是单独只是指一座圣堂矗立在大地上面130年，这个130年呢，而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在这个130年里面能够使到几多人能够可以聆听我们，能够同我们参与共用，使到我们的信仰能得以广扬。多谢大家。